这就是当时这样款啦，兴风变俗，一切是现过啊，种种的是现。咱观音都有遮济是现啊，好无？什么盂兰观音啦、啊，什么观音，哇，遮济吼，迄种道化众生的是现吼。后一句，行无影足，直心清净故。无影就是讲，这心正直正直，无弯翘，吼、哦，无任何的温满，无任何的温满，吼、哦，这种慈悲就是讲直心呐、啊，无任何的暗藏甲温满。好、哦，为什么应该安尼做？因为心是直心，是清净的，所以的慈悲都无任何的温满。后一句，心清心的足，无这杂心过。什么叫清心？这心真急切。深切啦，咱讲的深切，比如讲，你现在要做一件代志，你才专心的，一直想要把这件代志做好煞，才专心的，其他的代志你拢歪插，有无？这就是专心意义，这专心意义就是这讲的清心，清心，啊，你要承受这个物件，你的心其他拢歪想，你就是专心意义安尼来做。啊，其实世间什么代志要有成就，拢嘛是爱专心，有无？再爱有深切的心。你若无深切的心吼，无迄深切的心吼，你的修行你会感觉无力啊，因为你袂紧嘛，袂紧，有也好，无也好，袂紧啊。反正明仔载阁有明仔载啊，啊明仔载阁有后日啊，啊后日阁有后个月啊。够后年呀、啊，啊，讲着修行都安尼，一直拖，一直拖，一直拖，迄都是无一个急切的心嘛、啊，吼、哦，啊，就是，拢安尼做些有诶无诶，迄都是杂行杂行啊，有无？那专门做一寡有诶无诶，正事拢无爱办，那就甲你做一寡有诶无诶安尼，安尼变哪会成就？迄心都无急啊，未切啦，迄心都未切。咱咧学习物件，做代志，迄心拢爱切，安尼才会成就。啊，所以行这个清心的足，最主要是心一心一意，无杂行。啊，后一句行武功的足，不虚假故。啊，虚假，啊，武功讲都是欺骗嘛，未欺骗众生。为什么内心无任何虚假？哦，拢是真心对众生，拢是诚心诚意对待，啊，拢是安尼。后一句，行安乐足，宁得福乐果。啊，这安乐就是讲，让众生用个定得着无上的安乐。但是这无上的安乐，不是杂家赞处，不是阿罗汉，嘛不是辟支佛。撇地佛，不是佛道的乐、啊、所以讲菩萨度化众生，不只是让众生得到解脱而已，佮帮助众生吼得到无上正定正觉，得到佛道的乐啊，这是菩萨之足啊，为乐处呀，菩萨的足都是应该参详安尼啊，为乐处啊，乐都是参详。就是爱参详安尼，这处就是为咱顶一页67页第二行，吼、哦，第二行这段一直开始讲到68页，咱足足讲两节课，足足讲两节课，啊、哦，时间来到4:50，啊、哦，咱今仔日上节就讲到这吼，后礼拜我那个是为毛结晶。不过是咱这学期算上尾一届为毛结晶，因为5月、6月了后吼，就是换这个员工护航院的这个学务长，啊，这学务长过去讲叫做训导长啦、训导啦，啊，这训导感觉太严格啊吼，所以即马改叫做学务
学务长，哦，原来是真年轻优秀的法师哈，这法相够庄严嘛嘞哈，伊要来讲哦，五月六月要来讲这个无量寿经，哎，伊要上这无量寿经哈，又经是一本这个性幻中咯所注解，性幻中咯。这性幻中路跟他翁星去啊嘞，我会记跟他翁星哦，男性，伊几年前翁星，伊去当初，咱咧读佛学院，对这中路拢有听过，身体敢无改好，吼了翁星去啊，翁星去啊，啊不过伊这本无量寿经的注解吼，写了真详细，迄天有寄来伫个咱的办公室，精装的嘞。哦，我有提起来小显示，哦，写甲真油，哦，一本四百，啊，咱咧买的时阵八折，所以都三二，恁写，甲大家倒出百二块，所以讲本来一本，和大家出两百块无，但是，咱有人真发心，咱真赞叹，伊为着要鼓励吼，当然这为善不欲人知啊。是像咱底下卖讲啦吼，为善不欲人知吼，啊真发心，咱真赞叹吼。伊为着要鼓励大家尽量来练写吼，来听经闻法，所以练写本来进行请六十本对无？伊就一本本来和大家要请是两百块嘛，吼啊两百乘以六十是偌济？万二哟，万二，这钱伊拢出。哎，掌声鼓励，掌声鼓励，不容错。所以吼，底下咱都爱安尼来欧演些哦，爱欧演些，吼，因为这册是有人发心来到处借钱，啊，咱有来上这课的人，咱尽量卖辜负着人的心意，所以用个来上课，都尽量来上课，因为这本册。贵贵啊，无俗哦啊啊！咱来承受别人的布施，吼啊，尽量卖请假。当然有代志需要请假，这无法度。但是卖讲，因为咱可能今仔日想要休困，啊，就病大，还是讲厝的要看电视都无来，尽量避免这个情形。啊，若有代志该去办，啊，这都无法度，就请假。啊，无咱就尽量卖请假。好，来承受人的一个好心好意嘛，吼，这是第一件大事。好，第二件大事，就是咱这个拄啊老主持哈，提一间拄啊好话，有人咧问啦，吼，有人咧问，讲咱这微摩结晶吼，啊，都上到这咧，后礼拜阁上嘛，无可能上煞哈，所以当时会阁开始来上微摩结晶吼。甲大家讲，咱学院吼，一年有两期嘛，吼，啊一期四个月，今学期拢是为过年过了吼，这过年是农历年哦，旧历的哦，旧历的吼，旧历的过年过，差不多得三月，国历的三月初，迄第一礼拜日。开学，哦，这大部分拢固定的三月的第一个礼拜日开学，爱伫上到六月底，三四五六嘛，对不？哦，六月底，啊，咱早起的课拢固定，下晡的课都有可能有时两个法师，有时三个法师轮轮，啊，这期就是我参明海法师轮，一个人拄好两个月，哦，啊，拢敲我。以前有时大家上课的时候都知道你早这本册来到时候去看啊，换另外一个法师在上会常常早不对，所以我们现在都分好开，微摩结晶连续两个月，你们来就知道说哦，这两个月都微摩结晶，后两个月五月六月都无量寿经，这样你们较不早不对，所以说第二期都为当时开始九月初的迄个第一礼拜，一直到隔年一月中旬进行结束，因为一月中旬都晚年啊咧，
我年龄下这些代志，爱变少啦、发挥啦，种种的，所以袂用回收我年。所以咱拢伫个九月初开学，到十、十一、十二，啊，搁甲一月差不多，一月中旬进行，啊，有时一个礼拜，或者两个礼拜安尼。我那是四个外月啦，加一个礼拜、两个礼拜安尼。所以为毛结晶要搁上紧，应该是伫个九月初迄当中开始。但是咱是甲我甲明爱法师咧下晡论，哦，阮两个都爱搁去瞧，是要伊进行两个月，还是要后边两个月？哦，啊，互相配合嘛。如果讲伊若要进行两个月，九月、十月，安尼为毛结晶就是为几月开始？十一月初开始。好、哦，阿英那要后边两个月，安尼为毛结晶都是为九月初开始，都、就是安尼。好、哦，咱伫个遮，好、哦、绝对袂去辜负着大家来上课这心意，因为一节都爱两点钟、三点钟的吼、哦。啊，咱会尽量讲，把这个课程准备也好吼，该解释出来，咱拢爱讲好详细清楚，哦。安尼才袂去辜负着大家啦吼，来听法，我、哦、那是一个用功吼、哦，啊，嘿，那下礼拜之前要把《无量寿经》的教科书哈，嘿，刚刚跟如丽娜还几位讨论，只有60本，嘿，啊，基本上、哦、对对对最后这人较济吼，一定无够、哦，所以希望的排长。啊，统计下来，对对对，我们再补。对，啊，即马就是讲吼，因为那万不利有超过60个人咧，册无够吼，安尼连下这边都爱个补充，搁去买。不过放心，后壁搁补充搁买吼，这发心的菩萨伊讲，后壁有搁增加，伊钱完啊替大家出，哈、哦。所以讲，咱即马都爱这礼拜吼，咱都爱。麻烦咱的这每一排排长吼，来统计恁这排有确定几个报名，吼、哦、啊，有确定了，拢去找咱李老师那边做登记，和李老师用个正确掌握这人数，安尼要个买吼，都袂讲一下手买伤济，囤伤济本安尼啦吼、哦，所以等下咱再麻烦排长吼，做些工作吼。调查者，恁去排，吼、哦，确定有几个要来上课。希望啦吼、哦，大家用个尽量，因为这行之有年啊，咱为92年的到位都开班嘛吼、哦，啊，大家原来拢是老面孔，哦，拢是听经20-30年的菩萨，吼、哦，我拢知啊，我拢常常看，啊，这个心还阁继续保持。啊，阁有吼，其实阁宣布一下吼，咱伫结下的时阵，就是暑假吼，暑假7月、8月，吼、哦、礼拜，我那有安排一个结下安基的课程，啊，这结下安基的课程大概伫5月底、6月初当阵都会宣布，啊，迄当阵大家再阁小可注意一下吼，就是讲咱7月、8月这两个月，我那有安排课程伫的吼。来，那有什么问题吗？有迄个名单给大家吼，啊，排长就应该哪来统计安尼吼。开福地点是，这是就是显示吼，是就是显示，这五就是。开悟，和众生人的领悟，哎，好，咱排长较辛苦的吼，我有咧想吼，咱连下吼，连下有要搁买这个新的投影机吼，所以以后投影的时阵，正边这搭有一台。倒边这搭有一台吼，啊，若有两台投影机了吼，我有一个想法吼，咱拜六下晡吼，
拜六下晡。